来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人撞死你的猫，你会追他报仇吗？现在我要你看看这个视频，然后告诉我阿德抓的对还是错。德叔啊，你做咩又挂呢啲布条？你咁样会影响村长，影响成个村嘅人噶。件事都已经过咗咁耐咯，你做咩仲要搞咁多嘢呢？村长佢可以做嘅嘢已经做晒噶啦，你唔好再针对佢啦。我个女而家死咗啊，佢梗系希望成条村嘅人都忘记啦，但系我唔会，我永远都会记得佢嘅仔系撞死我女嘅杀人凶手。系咯，你都识讲系佢嘅仔咯，但系佢仔都已经坐紧监啦。坐监有用啊？除非判死刑啊！咁我就唔会再嚟揾佢啊。我们看看下他的女儿又讲讲咧。最难过的是，我要看着这些还活着的人因为这场意外继续受罪，可是我却没有能力改变任何东西。就是咯，为了要拥抱光明的未来，我们必须释放过去的执着。在第11还有12集，阿德他还是要搞笑那个村长，要到阿文给他一封红包，里面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每个星期五9:30晚上在 SROAC Channel 306看这个节目。1,2,3,4,5,6,7我的朋友在哪里？不过觉得你应该是 miss 了的啦。Still no worries， 因为你们可以在 On Demand 看新 SRO， 更正以往有了新 SRO， 除了可以随时守候看，你们也不用怕下大雨看不到，因为有电视机的可以通过 SRO Ultra Box 看。